大家好，我是十一號龍志權啦。咁好多謝大家喺《I Catching Idol》嘅環節裏邊選咗我出嚟啦，咁令到我就可以直入五十啦。咁亦都特別多謝，可能淨係睇咗我個名字，以為咗係權志龍就投咗我嘅人，就更加多謝你啦。咁樣我相信都唔少係咁嘅人噶啦。能夠優先入圍嘅感受就係、是。當然是開心先啦，咁即係因為我而家單出去，就算我表演過乜嘢都好，我都入到圍先啦，就係咁啦個感受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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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時間嚟到晚上嘅8:57，我係你最寂寞、最凍、最空虛嘅節目主持人龍志權。26至30度嘅氣温，好比你內心嘅忐忑。多雲有雨嘅天空，恰似你哋嘅關係一樣撲朔迷離。天氣係可以預測嘅，唔知愛情又得唔得咧？愛神。也有苦恼，问他可知道？看看我的心，似是醉了樱桃。樱桃的味道，你仲记得吗？当日嘅一点一滴，我冇忘记到啊。你呢？爱情常向窗边低诉，恨他不。知道，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。窗外天空每朵白云，满写醉人曲谱。啱啱收到阿 May 嘅 fax， 佢问呢首歌叫咩名啊？听闻同样时间再见，介绍俾你，歌名叫做《恋爱预告》。9:00。